许晴佑，我现在后悔之前做的决定了。我尊重你的界限，不是为了让你受委屈的。像他这种人，只可远观，如果离近了，招架不住，也琢磨不透。你觉得我是个麻烦？我希望我的生活不要再有那么多意外。那你猜，我会不会给你带去更大的麻烦？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认真的。每根摆都有自己的运动轨迹，每个摆也会影响其他摆的运动。想要维系平衡，最好的方式就是阻断联系。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划清界限，不要有任何牵扯。我会尊重界限。 让他回到原本的轨迹，然后再等他主动靠过来。出车祸了，好像是莫总。你好，许晴瑶，我一直在等你做决定，可是我现在不想等了，别逃了，好吗？